嘉宾啊，男艺员嚟嘅，两个字，啊唔记得话俾你听，因为不嬲当佢兄弟咁啊，其实佢靓女，杨怡，交俾你。唔該，嗨，我要行慢啲啊，因為咧始終都係高踭鞋啊嚇。好開心嚟到新加坡見到大家啦。喺網上邊咧有好多 fans 咧就叫我唱新歌嘅，係我聽到，咁知但係我都要開工㗎。我會將呢、這個你哋嘅 message 咧聽咗㗎啦。我想咗噶啦，就卖个关子，唔话俾你哋知唱咩住。不过今日都照旧嘅，终身美丽。OK， 我会越唱越好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唔该。纵过无涯的铁路，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，肌肤也被你修补。从前那一位，永未能做到，是你去唤醒我，努力才能被爱慕。但回头目睹你。Thank you.